文化台湾团哈，单机两声好，沙沙沙沙，跟只阿妹阿妹，单机两声好，沙沙。干嘛学半生会晓？尼克斯全程进了，不只会多国语言，花酒全买通。买，那你有没有脚开开的嘞？坐好坐好。好乖。脸书粉专我家阿拜时常分享两只米克斯狗狗阿拜小黑跟家人互动的生活日常。真麦黑爸爸最喜欢帮两只狗狗上课了。小黑，对不起嘞，像有人说要跟你上英文课哦。英文课跟数学课一起敲，数到三就可以吃 1, 2, 3。实力可以吃哦，注意哦 1, 2, 3。他认识实力哦，你连英文也会了。小黑，坐好，不要趴着。哎，坐好了，到三可以吃哦，是稳的哦。一起逆散，散都可以吃了哈。好，你上课又不专心了。一起逆散。对呀，你台语怪你，真个啥？接能啥？哦啊，原来哦，哎呦，你母语系的吗？刚才一两块你看没？接能啥？嗯，他怎么会？该不会你精通八国语言吧？有没有一种话是只有小黑听得懂，阿伯听不懂？我觉得有可能，官话台湾话哈，单一支两声好，沙沙。莎莎跟着阿妹，阿妹单击两声好，莎莎。干嘛学阿半生会啊？我会啊，因为真歹讲呢哈。阿妹，你为什么会啊？你是有传去家店吗？宝宝有带你去找那个香香的阿姨吗？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啊呵，有哎、欸。哇，惨了！你们如果说出来，你不能说出来哦。我要问你哦，姐姐是怎么来的？姐姐，捡来的。哦，是哦。哦，那你再坐下，坐下，老板，你坐下，我要再问你，那你是怎么来的？哦，你别任性嘞。我叫新丰街弟弟，我祝你们新年年年赚大钱，红包收很多，心想事成，大吉大利，年年有美女，步步高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听新闻，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有钱，天天发财。